我觉得古人来设计的时候，他是肯定是对这个四面三川呢非常了解。首先他有个观念，就是他是以山为果。再一个呢，他离开山有一定的位置呢，他也比较有一种安全。当时的居住模式呢，每一排房子它的两边应该都是水，那么它的生活模式就是只要出门要远行一点，它都得不光是运输，它都得坐船。